歡迎各位球迷一起收看2018 FIFA 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香港對不丹的賽事，和大家一起看這場比賽的有我 Jackie 黃小雄和吳紀欣。現在旺角大球場是奏緊雙方的國歌，呢邊係旺角場方面啊，一片嘅紅海啊，同埋呢一場就係香港喺主場對住不丹啊，係亞洲區外圍賽啦，次圈 C 組嘅第一場賽事嚟噶。目前兩支球隊嘅世界排名啊，香港暫時164位，而不丹就159位嘅。咁先睇睇而家香港隊嘅正選出場陣容，一號係門將葉鴻輝，亦都係呢一場波嘅隊長人物啊。咁另外仲有三號嘅法圖斯，四號嘅白鶴，五號嘅基南馬，七號徐德瑞，八號安基斯，十號林家偉，十二號盧君怡，十三號張建峰，廿二號嘅麥基，同埋廿三號嘅谷盈之。咁喺正選名單上邊就缺少咗原有嘅隊長陳偉豪啊。看來港隊今場都會是強攻的，我們看到前線麥基、安基斯和徐德瑞的速度相當之快，看看不丹的陣容，22號就是門將哈利古龍，3號是宏卓，4號是積美，5號是達華堅散，6號是達華卓斯靈，7號是卓斯靈道志，8號就是卡馬卓斯靈，就是他們的隊長，9號就是巴斯勒，10號要留意這位就是有不丹斯朗之稱的神卓堅散，14號是尼卓，18號是帕桑。咁啊，幾欣啊，我哋對不丹呢支球隊嘅認識就畢竟唔算係太多啦。咁但係大家都賽前估計咧，佢哋個實力咧相對地應該就係會比較弱少少嘅。咁香港隊喺主場應該都係會主攻噶啦，嗬？冇錯啊，論經驗嚟講咧，不丹就係第一次參加世界盃外圍賽嘅啫。咁啊，其實佢過往喺2000同埋2004年都踢過亞洲杯嘅預賽。咁講翻今屆嘅世界盃外圍賽，喺首圈嘅時候咧就對住斯里蘭卡，咁兩回合之後就總比數3-1淘汰對手。亦都令他哋嘅世界排名躍升到而家嘅159位啊，咪仲高過香港添喎。係啊，咁我哋港隊嘅教練啊金 Sir 咧，佢都話啦，因為對不丹呢支球隊嘅了解啊，實在就係冇太多嘅研究啦，咁只係可以攞住佢哋對斯里蘭卡嘅嗰場嘅賽事啦，咁就睇一睇啲錄像，咁啊稍為叫做對呢支球隊有少少嘅認識咁樣嘅啫。不過點都好啊，若果香港隊可以踢翻自己嘅水準啦，相信喺主場啊都係好有機會嘅。影住呢位就係港隊教練金判坤啊。咁啊 ，Kim Sir 啱啱度過咗46歲嘅生日啊，咁啊願望好簡單啫。佢話喺頭兩場嘅主場就贏曬啊，分別對呢一場不丹啦，同埋嚟緊星期二對馬爾代夫都希望可以全取6分啊。咁啊，然之後先作客中國。咁同組入邊咧，除咗香港、不丹、中國，仲有卡塔爾同埋馬爾代夫啊。咁對於港隊嚟講啊，咁啊必須係要爭取到頭兩名咧，先至有機會再躋身下一輪嘅呢個外圍賽。咁當然啦，任務就非常之艱巨，一步一步嚟。而家喺旺角場踢好呢一場，攞到三分，攞到呢個最好嘅第一步咧，就係最正噶啦。咁起碼第一場啊，有好多嘅球迷入嚟打氣啊。咁啊，去到6:30嘅時候已經掛起咗紅旗啊。換言之，旺角場已經係全場爆滿啊！好啦，上半場先由紅衫、紅褲、紅襪嘅香港隊先開波。咁由於陳少琪就養傷啦，前線要靠曬一班年輕嘅球員啊，包括咗麥基啦。咁啊，後備陣容亦都有林學熙啊、羅廣威等等嘅年輕小將啊。嘅港隊三線嚟講，最大問題都係功力方面啊。咁啊 ，Kim Sir 都話唔係好擔心。即係中後場方面嘅問題，尤其是對住不丹，佢哋功力可能會比較弱少少。咁呢度白鶴壓住個身位先，回翻個波喺後邊，帕圖斯都好淡定啊，再猜翻上嚟，沿住左路，係咪真係有個突擊嘅機會咧？安基斯呢度一傳麥基，哎呀，稍為控甩咗啊！咁
如果可以成功修正到個波啊，應該可以連隨起腳噶啦。不過唔緊要，都見到港隊啊，一開波就已經好集中，有一次嘅機會。不單門將啊，阿里古龍緊緊中場線落者球波，盧君賢夠頂啊！呢個波波唔緊要，後面有基林啊，好淡定拖翻後個波先，換埋嚟中間有法圖斯。咁啊，經驗嚟講就贏曬噶啦，香港方面啊，一對中路首將。哎呀，咁樣頂後咗，不過安基斯都係哨唔到，入到禁區入邊就係哈利古龍嘅世界。咁啊，身材唔算太高大呢位門將。咁啊，睇下嚟緊港隊攻波方面有冇著數啊！稍微拖慢翻少少先啊！呢啲龙家伟、王基斯，右边有人走位啦。呢边卢君怡嚟嘅，控得靓。咁佢又唔选择落底线，落传翻嚟中间，谷盈之、白鹤，再回翻去后边先。白图斯俾到张建锋，白鹤，基南马，放个直线。見到盧君怡已經諗住係斜咳入去噶啦，不過就俾對方預判到啊，點樣出橫邊界外，仍然都係香港隊嘅控球權啊！高盈志回翻後面俾盧君怡，對方都殺到埋嚟噶啦，咁啊見到開波初段啊，不單都係比較保守啲啊，幾乎全軍退守噶啦，咁啊都係要預咗港隊嘅強攻噶啦呢一場，分埋嚟中間法圖斯。白鹤、林家伟，左边人走啦，送安基斯一程，中间有麦基同埋徐德水摄咗埋嚟噶啦，好啦，攞定先，一下假嘅吸咗落底线，再传埋嚟，到噶啦，徐德水，不过顶唔应个波，唔紧要，后面卢君贤立翻，想话出之际就入咗底线界外啊，我应该角球嚟嘅。見到一班香港嘅球迷啊，咁啊，其實今場賽事啊，有兩個區域咧，特別為啲球迷而設嘅，咁啊，足總搞個球迷站立區啊，可以喺嗰兩個區入邊咧，可以企起身打氣，全場都為港隊不停吶喊。睇睇林家偉呢個罰球，呢個角球先，算埋落啲唔錯噶，不過頂唔到，谷盈智 set 翻後面，徐德瑞，再分到邊啲嘅林家偉黐到落嚟嘅，唔好啱腳。個對方殺到啊，插禍咗，踢出咗橫邊界外，冇壞啊，仍然都可以撳住嚟踢，呢度生到人。咁暫時嚟睇咧，港隊喺主場出擊都係好有決心啊，而且高空波咧可能會有啲甜頭都唔定，一隊嘅中堅咧身材上面都絕對係有啲優勢嘅。回翻过嚟呢边，基林马、帕图斯又回翻俾佢。咁睇下不丹会唔会话焗翻出嚟少少啦？嘉伟，哎呀，传过嚟俾徐德瑞嘅时候，大家嗰个配合啊，个 timing 争咗少少啊。見到法圖斯係已經食咗個身位嘅，所以之後再硬接一招咧，球證亦都係冇吹罰。呢度黏落嚟，球證話冇越位噃，嘉偉單對單左腳嘅推，射唔射翻個近處咧？再扣，然後先出，好可惜啊！見到呢個遠處位就已經冇曬人啦，麥基同安基斯都已經包咗嚟中間，係唔緊要，仍然有機會，嘉偉。呢下回後就比較倉促咗啲啊，亦都俾對方睇通咗條路。繼續撳住猜啊！嘉偉、白鶴可以分翻過嚟右路空啲嘅盧君怡、高盈之，彈翻俾盧君怡。白鶴會點處理法呢？升上嚟高位嘅林嘉偉幫手搏一搏腳。
息啊，呢一度就猜猜下自己失咗啦，基林馬呢腳。开波五分零钟啦，咁港队都已经制造到超过一次有威胁嘅埋门啦。咁虽然你话未必系个波好完整咁样可以射到埋去啦，不过嗰啲还出波其实嗰个质素都系好唔错嘅。呢度解围情急之下，好似有啲身体嘅碰撞啊！似乎系十号仔。嘅不丹斯朗啊，神出堅陣。仲係瞓咗喺地下，傷痛坐啊，好曬眉頭。一個就諗住大腳向後就勾西個波，一個就諗住攤個頭前啲咁樣去頂咗個波，再爆落底線啊。咁所以基蘭馬呢度咧就被吹罰係危險動作。咁開波六分半鐘啊，就食咗一個黃牌啦。其實基納馬都睇唔到嘅，從後攝到埋嚟啊！咁啊，都係始終危險動作啦。咁啊，球員都吹停咗先，咁自己傷勢先啦，神出天讚。咁啊，呢位球員相當年輕啊，19歲嘅咋。咁亦都係不丹陣中入邊比較出名嘅一位球員。咁事關較早前咧，即係今年嘅時候咧，曾經去過呢個泰國嘅武理聯盟嗰度。跟操過啊！呢位球員咁亦都係靠佢先出到線嘅。咁喺首圈嘅時候，對斯里蘭卡作客入咗兩球都話。呢度啱啱攞個黃牌嘅基南馬咧，咁就成功解圍咗先啊！不過就俾對方都撲到個角球。防守角球咁就有阿卢君怡守前柱啦，咁但系尾柱就冇人。队长阿卡马卓斯灵右脚内弯前柱落，喎，呢边顶翻出嚟先啦，终于立翻住，去唔到回翻后面可以拖到埋嚟，想话执个直线落嚟，队友都未走位，咪嘥咗呢个波，卓斯灵导致，咪再大脚入到禁区，当然系队长叶华辉嘅手解。我哋有八分零鐘啊，仲係0-0。好啦，慢慢踩定先。盧君怡、林家偉，咁樣傑志嘅老友記啊，徐德瑞都係考慮傑志啊。咁啊，傑志就相當之威水啦，今屆成為本地嘅三冠王。好啦，轉到身啊，高盈智再執個直線落嚟，麥基攞到嘅，不過轉唔到身，交俾徐德瑞撳咗地波埋嚟。哎呀，唔係好會意啊，林家偉。立到就好啦，唔緊要，繼續圍攻。張峰都上到嚟啦，左閘一下假腳，可以過到啊，不過大咗少少。呢邊不丹嘅球員立翻個波，諗住放個長波過嚟呢邊等你去哨啦，前面得一點嘅啫。當然係葉鴻輝係最快啊，個回敬一腳過嚟呢邊，徐德瑞都唔攞啦。暫時嚟睇啦，其實不丹球員嘅腳下功夫普遍嚟講都係不及香港隊啊，所以啲傳波嘅尺寸咧都唔算係太好嘅啫。前面有人走位，呢個高盈智有冇越位啊？可惜自己好甩腳，但係唔緊要，呢邊麥基可以留翻個波，再回翻後邊。張建峰即刻斜斬落去啦，盧君怡頭搶石呢度射中籠㗎，不過個波氣勢就唔算係太過勁啊。見到徐德瑞嘅射門啊，俾對方嘅門將哈利古隆單手啊托出，不過整個配合都非常之精彩啊！盧君怡嘅長盧君怡呢度就頭槌點翻嚟中間啊 ，set 好個炮台俾佢啊！咁啊嚟到十分鐘為止啊，最有威脅嘅埋門啊，港隊方面啊，車身勾埋去。我角球大力咗少少啊！好啦，呢边可以修正翻啊，白鹤回翻后面，张峰右脚都出，麻麻地，哎呀，不过前面漏咗喎，
哇！如果後面有港隊球員啊，醒目少少嘅話，分分鐘啊喺龍門口執到筍嘢啊！咁啊，塔 Q 之下咧就有角球機會喎，港隊。已經係枕住呢邊都好多次角球噶啦，睇下呢下有冇收穫啊！呢次就門將就好大膽啊，出到嚟小禁區附近呢個位置啦，咁就雙手黏實。咁睇嚟可能斬角球嘅時候咧，要開啲比較急勁啲嘅波啦。雖然呢個門將哈利古龍咧個身材就唔算高大，咁但係都好願意出嚟攞波啊，都幾有信心。基斯雖然被對方碰一碰，但係唔緊要，仍然都可以控球在腳，留俾隊友。呢度盧君怡已經殺到上嚟啦，李一瑞會點搞法呢？會俾林家偉打個短嘅，高延智、李德瑞、白學，白學就喺呢個三人中場入邊咧，就會鬥得比較後少少啊。想放過頭波俾麥基，心都控到落嚟噶，側邊有林家偉，不過側腳直線，俾唔穿啊！出翻嚟又系香港队嘅世界，其实都是攻防战噶啦。咁啊，不单方面就组织力就真系唔及港队啊，暂时睇咗十分钟到。咁啊，时关我哋一立住个波就想放啲高波嚟，即系个斜线落嚟，安基斯追到都冇用啊，似乎。咁啊，事关越位在先。咁啊，今场执法球正嚟自土库曼嘅古宾诺夫。不單很多球員都是業餘的球員的，咁上半場如果 keep 住守的話都可能頂得住，但係嚟到下半場就體力下降咧，就再加上天氣咁熱又濕啦，可能未必適應到，同埋即係你如果攰下咧就比較難踢啲嘅啦，可能唔夠集中嘅時候就俾港隊有機可乘啊。咁啊，睇下下半場不單嘅表現會唔會突然間跌落啦？咁呢個係佢哋可能作客之下比較大嘅問題。叶鹏辉斩嘅呢个波就稍微偏离咗少少啊，所以徐德瑞都修正唔到。呢个中间，跟到过嚟右边波唔错，大华出司令，传咗嚟啲前边，单对单呢啲就未必过到啊，仍然都系不单嘅控球权。张建锋可唔可以集到佢个波呢？有犯規啦！呢度單對單見到張建鋒面對住阿巴斯納咧，就完全冇輸蝕啦。無論係身形上邊啦，定係速度上邊啊，都係拍得住嘅，逼到對方都頭先有犯規嘅動作。阿應鴻輝就入啊，法圖斯啊，叫佢上去啦，自己一腳斬上去。长线落，徐德瑞顶翻后面，呢白鹤又攞唔到个波落嚟啊！不过撞两撞之下，法图斯立翻，但系咁样片过嚟呢边又冇乜着数啊！哇！呢下转身错得相当之靓啊！卓斯零到字上到你前场弹几脚。想話即個斜線俾隊友去走噶啦，不過法圖斯好嘢，企個位，咪集咗個波，不單球員立翻，我哋右邊唔好夠力水啊，俾張建鋒溝到條路。好啦，沿住左路推進，執埋嚟中間麥基，再搏一搏腳，谷盈智右邊好空嘅，除得四上到嚟，但係中間就唔係好夠人守嘅，成集白衫喺度，佢先至刀出，去到尾處張鋒一立落嚟，唔好誤會啊，右腳刀嚟施射。不過唔係好夠力水啊！如果落左腳就好啲啊，張鋒我都係中籠嘅，但係考驗唔到門將嘅哈利古龍。咁唯一要挑剔，可能就係呢一下分過嚟右邊個傳送少少嘅波勾啦，令到徐德瑞都焗住要快啲斬啦。然後中間見到麥基第一點咧，就係掩空咗嘅，咁後邊仲有兩個紅衫喺度。其實整個攻勢都好立體啊！
呢度嘅長傳又如何咧？爭咗少少，見到徐德瑞都已經係即係 feel 到個波嚟緊嘅啦，亦都知道隊友會咁樣傳法，可惜就個波快咗少少啊，都唔知搶到波。呢度彈個波上嚟，可惜，哎呀，竟然咁樣漏油啊！麥基你搞唔搞得掂呢？攤得太凍，亦都係過分有信心啦，好可惜啊！陰功呢球波，麥基送到埋後邊噶啦，結果自己射失咗啊！去睇睇啦，咁樣線一線嘅塔 Q。如果呢球失嘅話咧，不單嘅中堅啊，積你啊要負大責任。冇咩壓力噶，咁樣踩曬線，呢邊仲抵鬧喎，麥基面對住門將哈利古龍嘅啫，咁啊最終啊燙咗出界呢球波。咁啊其實Kim Sir賽前都講過，即係前鋒方面咧係有速度同埋比較年輕啊，啊實在體力又唔錯，但係一講到把握力嘅話就真係爭咗少少。都係最擔心係呢一個問題啊！咁剛剛呢一腳都可以話係即係暴露咗啦，香港喺呢一方面嗰個不足啊！但係唔緊要，時間尚早啫，相信機會會陸續有嚟嘅。最緊要就唔好失咗自己嘅信心啊 ！OK。哇！有少少危險呢球波，葉鴻輝交出嚟啊！好在白鶴快一步攞翻個波，就分去左邊安基斯。一控之下已經出咗界啦，不過佢都揸緊隊友啊，咁啊睇得好通啊，見到佢有空位就執俾佢。喂，講翻今屆嘅亞洲區外圍賽啦，咁啊嚟到第二圈咧就42分8組踢呢個雙循環，咁啊小組第一名咧就會進級下一圈噶，而八組入邊咧四支成績最佳嘅次名亦都可以進身第三圈啊，咁啊最終會產生12強就會踢分組賽。爭奪4個直接出線決賽周的名額，而進身的12強都自動取得2019年亞洲杯決賽周的資格。睇翻香港嘅賽程，其實都算有利喎，即係頭兩場對住同組實力唔係咁強的不丹同埋馬爾代夫啊。咁係第三場硬仗啦，將會作客中國。咁希望嚟緊即係呢兩場踢好先，先再去研究下點樣應付中國隊啊。其實卡塔爾都比較難應付嘅。安基斯即係直線落嚟，因為俾徐德瑞啊。人哋啊，安基斯立翻個波啊！佢呢位加納裔嘅球員就係目前港隊陣中年紀最大嘅，37歲啊。咁啊，呢位球員相當犀利啊！咁啊有。法律學位喎，即係佢唔走去做律師，選擇足球。哦，今次就搞掂喎，麥基腳踢唔得，頭頂掂喎，終於打破僵局喎。你有18分鐘嘅時間啊，好靚呢球波頂得。犀利啊，麥基！雖然之前又錯失咗個機會，不過啊，好快就已經係將功補過啊。19分鐘。香港在主場領先1-0，看回整個攻勢，左路一出然後插水式一頂，你看到其實北丹的後防線都是很鬆散，真的沒有人懂得跟回對方的前鋒。這球要讚張鋒，一樣樣過對手再出來，張鋒就賽前已經在社交網站講了去將佢離開熱線啦，去向就未明。不過唔緊要啊，呢位左閘嘅球員出波很有質素噶，咁啊肯定是成為各大球會嘅留意對象啊。咁亦都讚佢好犀利嘅，喺網上面嘅球迷啊，話佢出波有自動導航喎。呢下就完全就係 set 好咗個定位啦，就係揾住麥基個頭嚟斬嘅。有機會啦，唔知睇翻後面先，機又有機會，呢度一個對住兩個都仲出到腳啊！咁見到不單係球員啦，唔敢話立亂就去困佢啊，亦都唔敢嘗試去解圍，只係行住行住咁樣啫。
爭啲係分零兩分鐘之內梅開二度啊！咁啊，徐德瑞打後手比較好靚啊！其實麥基呢下拖翻落右腳仲好啲，佢先傳埋，即係扣埋嚟中間啊，就比較多人啊，人馬踏雜之下就好難起到腳，亦都博到個角球啊！阿公波有冇威脅啦？高盈智過唔到頭啊！後面有白鶴喺度噶啦，頂入嚟禁區入邊，咁啊無功而還啊！結果唔吹罰咗添啊！呢度禁區外面有個罰球啊，不得。高波呢度基拿馬就頂曬，安基斯就未照應一切。但話堅贊呢度掉個教外球，個手法好似又爭少少啊，但球證係冇乜事。個波從高而落，呢個白鶴就頂贏，嘉偉就順勢一跳嘅啫。高榮之擺落個位度，等阿徐德瑞去哨啦。收唔收定到波就拿得翻嚟中間啦，不過對方嘅微卓都已經喺度。所以呢個左閘球員就剛才呢下就冇乜信心啊，唔敢攞翻個波嚟用，只係衝咗出橫邊啫。嘉偉俾到麥基，諗住自己再彈落去後邊噶啦，唔成功，但仍然有控球權。白鶴擠過嚟左邊，張峰，嘉偉執翻個張建峰，可唔可以再出個靚波呢？都叫到出嚟噃，靓晒！今次系安基斯啊，亦都系头槌，23分钟，香港赢到2-0啊！同样系嚟自张建峰嘅出波啊，咁啊两次攻势都系嚟自左路啊，咁啊反而出不单嘅右闸方面有些少问题啦。领先到2-0嘞噃。除了今場要存取三分之外，兼常都講到啦，盡量希望在頭兩場嘅主場爭取到多啲入波啊！因為你不知道，即係去到分組賽較後的時間咧，會有啲咩情況啊嘛，隨時可能要計得失球嘅出事方面，所以入多啲波對自己有保障啊！好早階段已經揸住兩球喺手啦，三分都幾頂啊，感覺上啊，時關見到不單其實即要佢進攻又比較困難，差幾腳先上到嚟前場啊，組織力就普普通通，即到上嚟又好輕易斷咗籃啊，法圖斯睇到條路，安基斯篤翻個波後面，不過俾咗對方喎，呢邊蹲位夠曬基馬啦，基拿馬擺翻埋嚟射嘅就係十號仔啊！神卓堅讚，個葉鵬輝都撈撈隊友啊，咁輕易俾人起到腳啊！雖然呢一球就唔係中目標，但係都提醒翻自己隊友啊，葉鵬輝。亦都係神卓堅讚啦，喺呢啲即中距離嘅位置，第二腳嘅施射啦。不過兩腳都係冇準嘅，呢下就片到歪咗啦。上一球咧都係歪咗，而且係地波碌住咁冇力度嘅添。上半場完成了超過一半了，香港現在很輕鬆地領先轉兩球，不可以慢慢地猜個球上去，不需要太過心急的。不單是教練，足管犯難，我來自日本的，按個地球過來又是張峰，不過纏住被不單是球員殺出來。哇！睇嚟張峰都好有意欲，嘗試呢個助攻嘅帽子戲法噃。呢度扣個波大力咗少少，誒，嘉偉瞓咗落地下，都諗住伸多一腳去掗走個波啊！但球證吹罰咗，咁啊踢到對方嘅拍桑啊！咁啊球證吹罰咗，即刻開出嚟，亦都係過唔到法圖斯啊！基林馬咁啊現身啊，冇人現身啊，回翻後面俾葉鵬輝。
咁啊，暫時都幾清閒下葉鵬輝。咁啊，呢位門將成名於2009年啦，東亞運嘅決賽啊。咁啊，對住日本嗰場賽事，撲出對方十二碼，最終啊，港隊就贏得嗰屆東亞運嘅足球金牌啊！亦都係好輝煌嘅一頁。法圖斯呢刻解圍，塔塔地出咗橫邊界外。咁好早階段喎，25分鐘到喎，見場邊啲港隊球員都熱身。哇！見到不單嘅球員啊，掟界球都唔過頭嘅呢球。係啦，已經係第二次㗎啦。剛才右路一次，呢度左路見到七號嘅卓斯靈導致啊。咁界外球嗰個手法真係好似冇乜練過咁啊，大家都。好，個波從高而落，法圖斯攞到，左腳地波放個長嘅，諗住俾安基斯，不過中間就俾人拿到截截，就不單可以點樣運用今次嘅控球權啦。過頭波呢度射到噶，咁好在葉鵬輝都封到出嚟啦，咁就施加壓力，令到呢一邊嘅岑卓堅讚又唔可以好輕鬆咁樣再諗下點樣處理嘅啫。闖出一射一鬥之下就係炒高咗啊！其實有少少大意啊！咁啊，港隊嚟到中路嘅首將，咁樣放個過頭波埋嚟，包唔切啊！基拿馬已經全靠葉鵬輝出嚟，俾啲壓力神出天將天賺啊！咁啊，第三次機會咯，即係要好好看管呢一位嘅球員啊！咁喺即係戰術層面嚟講咧，都睇得出即係不單嗰個戰術係放任啊，神卓堅讚自己喺前場想點都得噶啦。無論係佢即係喺中距離攞到個波啦，自己又有呢個自主嘅即係開火權嘅，佢想射又得，想俾又得。咁隊友都係會盡量啦，以佢為目標人物咁樣去交波。畢竟即係香港隊咧，而家兩位中堅嗰、那個。即係轉身個速度唔算係快啊，咁都要小心呢、這個都算係靈活型嘅神卓堅讚。咁啊，同埋其實基拿馬同埋法圖斯就冇咩夾過嘅，佢哋同陳偉豪或者李志豪就夾多啲啊。咁喺馬來西亞集訓嘅時候都係偉豪拍攝第一個。咁啊，今場就暫時未見到陳偉豪啊。咁暫時喺後備席啫。都有少少令人意外咁，始終偉豪即係多年嚟都係港隊中路首將嘅不二之選啊！呢個中堅位置都幾怒氣下喎，葉鵬輝幾下都幾怒嘈啊！好啦，將個直線落嚟，麥基門將出咗嚟噶啦，推過埋大咗少少啊，最後一下一篤之下追唔翻個波啊！我都醒噶啦，麥基呢一球啊！見到哈利古龍出咗嚟就擺過佢，係有少少心急啊！嗰句一立嘅時候篤到個波，加科呢度跳高嘅時間就自己跳錯咗啊！但唔緊要，後邊法圖斯立到，傳過嚟安基斯。中間個交叉走位噃，傳得上嚟都近啲，呢一下就亦都係把太大力啦。甩咗腳嘅情況之下，對方門將哈利古龍啊，都唔需要去到好出嘅位置，已經可以將個皮球收。呢度避開咗一個，但係港隊搶到控球權，頂翻埋嚟中間有少少牙煙喎，取得上嚟呢度第一時間嚟個撞射，散到對方後邊交位立到。劳军而嚟嘅，安基斯谂住再造就翻一脚俾佢，不过弹个波就冇乜准。继续系港队攻势，右脚一出，劳军而喺中间有冇越位呢？如果冇，喺30分钟就变成3-0啦。啱啱踢咗半个钟啊！揸住三球喺手啦，香港隊又是左邊出波喎，三球都是頭槌，即係招數唔怕夠啊，最緊要有效。今次斬波就是谷盈智，其
中間有幾個紅衫嘅球員嘅。最終係遠處嘅盧君怡頂到啊！高盈智就上屆就踢太陽飛馬，咁啊嚟緊將會踢東方啦。交俾盧君怡，盧君怡啊繼續係效力傑志啊，咁啊續咗約兩年。馬分過嚟俾法圖斯，方基斯啊落嚟攞波。呢段時間不單就攻得比較前下，咁啊前場有六個球員啊係逼搶，咁啊小心啲後面啊，一放個高波落嚟一齊去走啊，未必追到啊。右邊想話俾徐德瑞唔好夠力水，好啦呢邊啊立翻住個波，不過公盈智啊夠勤力啊，橫身一瞓，將個波瞓出去橫邊界外。出师令导致呢下甩咗啦，同埋开波初段佢一脚转身好靓啊！手球林家伟，球证即使企得好远，亦都睇到林家伟第一只手啊！好早阶段就换人喎，香港队。见到喺呢个中场附近啊，就系阿郭建邦啊，换走有两个助攻嘅张建锋啊。其實張建鋒在賽前今天的賽前就在社交網站有提到說自己可能即是臀部有少許傷，他都說叫自己頂住，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傷患而即是 Kim Sir 見到他提早換走去，就拿著三個手同一位置都有郭建邦，都是安全起见都可能要收起张建锋先啦。如果真系有伤嘅话，咁啊事关嚟紧星期二又要对住马尔代夫啊，咁就唔好搏啦。咁啊呢场就有三球起手就好稳阵下嘅，咁啊尽量啲球员就唔好有咁多伤病啊，唔好咁攰啊，咁啊迎战每一场嘅赛事。而且即系对于张建锋个人嚟讲，个数据都好亮丽啦，咁啊佢嘅助攻啊，好啦，呢一度又有左路嘅出波噃。今次諗住揾阿徐德瑞嘅，個波個球速比較慢，啱啱入替嘅郭建邦啊，傳中嘅靈智。香港隊左路嘅角球機會，入波就三球都係頭槌啊，不過三球都唔係角球，睇下呢一次有冇啲機會啦。哎呀，爭啲擺烏龍仔！咦，咁但係見到即係球證就示意應該係紅衫領出界啊！我自己肉眼睇好似陳卓堅讚啊，頂到個波嘅噃，即係要眼鏡再睇一睇啦。咁啊，最終我都吹咗死球㗎，突然之間斬埋嚟，即係幾明顯下嘅喎。係咯，明顯就係陳卓堅讚爭啲擺烏龍㗎嘛。好，郭建邦搶到個波，方基斯回翻俾佢，後邊有高榮之，有方個斜直先，呢下就太深入啦，哪怕徐德瑞真係起步去跑咧，都唔會接應到啊！個波喺小禁區附近滴一滴地添。哈利古龍。三球失波都唔關佢事嘅，咁啊事關中路實在太空虛啦。呢一班隊友啊，積美同埋宏卓中間都係唔係好盯緊到對方。呢邊神卓堅讚黐到個波落嚟，但係基拿姆已經快一步啊。小心啲掉咯，咁啊七路仔嘅卓斯靈導致唔掉添啊。之前唔過頭啊！哇，呢下都唔係好過頭啊！其實結果球證都係睇到啊，即係翻去好好練下啲點樣掉界嘅球啊！咁啊，離著亦都係俾球證吹翻轉頭啊！誒，盧君怡即刻嚟個正確嘅示範，傑南亞、法圖斯、
郭建邦。腳面咁樣打橫交都仲 OK 嘅嘛？呢男馬會點樣選擇呢？作勢放個長嘅，俾白鴻截真。門罅當中啊，俾到嘉偉，拖慢咗少少個節奏。靈智，郭建邦都諗住學阿張峰咁樣傳啲靚波咧，呢度作勢一流，可惜個配合就差少少。安基斯都有少少，喂，你竟然咁樣漏啊，都有啲詫異啊！頂贏曬基立馬，中間除得碎諗住批俾麥基啊，個波高而不遠，呢邊黐落嚟有少少甩腳啊！咁啊，隊長卡馬卓斯靈，郭建邦快一步，差走個波，林家偉回翻後面，白鶴立翻，高迎接，咁啊又係好易斷咗籃啊！見到不單嘅球員。就算斬波去兩邊，咁球員都好難知道落嚟，咪除非落到神卓堅讚嘅腳下啦，靠佢嘅靈活同埋速度，嘗試下睇下有冇機會。呢一球諗住放個高波過嚟俾盧君怡嘅，大腳少少。佢一腳得停回翻後面，卡馬卓斯靈，專登走過噶啦，見到神卓堅讚啊，不過基拿馬好嘢。隊長諗住奉去右邊啊，俾隊友啦。不過值得仔入到禁區，當然葉鴻輝嘅世界啦。受到嘅威脅唔算太大啦，葉鴻輝。咁暫時不單都真係的確啊，俾唔到啲咩威脅香港隊嘅後防。只要香港隊自己集中啲啦，唔好有呢啲犯錯就冇問題噶啦。呢度咁遠途程都試翻一腳啦，咁啊有少少浪費，嘥得緊要啊！呢球波神卓堅讚都話話隊長啊，咁啊其實可以淡定啲啊，卡馬卓斯靈事關啊，前面有兩個隊友喺度啊，咁啊推一段都仲得，因為香港隊嘅球員都未到。咁啊法圖斯呢球就曳啊，咁啊交埋嚟中間嘅時候諗住俾白鶴唔到嘅，貪佢盡都唔到。呢邊又跣咗線啊！咁啊，積尾都唔係第一次咁樣跣低噶啦。咁啊，開波初啲嘅時候，佢一跣爭啲造就麥基啊，可以先開紀錄啊！嗰球係麥基把握唔到嘅啫。唔知係咪對 boot 有啲問題啦？使唔使換一換佢啦？郭建邦一上嚟慢咗步啊！記事應該就冇越位呢球波，因為中間嘅白衫球員鬥得好厚啊。咁啊，到禁區就哈利古龍啊，冇問題啦。雖然左邊換了郭建邦，但係佢嘅助攻力都一樣咁犀利嘅，即係唔可以睇小啊！咁啊，踢左閘又得，踢左翼亦都得。目前即係要攞呢三分咧，其實都真係好穩陣㗎啦。啊，港隊咧可唔可以即係入多幾球，咁啊振奮下自己嘅士氣咧，都令到球迷 happy 啲啊！呢度嚟嘅 one two 靚曬，盧君怡再出，好可惜中間就冇人補到嗰一腳啊！高盈智中間攤曬手㗎啦，咁啊其實撳翻去後面仲好啊！盧君怡呢球，不過都要讚一讚佢同林家偉嘅配合啊！咁啊始終做咗咁多年隊友啦。邊下走邊下唔走啊，好清楚噶啦。咁啊，小右喺右路就傳到落去啊，港隊方面。咁啊，上半場左路嘅攻勢相當之凌厲啊。咁呢度啊，盧君怡都諗住出嘅，不過個落點就冇人接應咁解啫。呢度嚟個中距離嘅施捨，安基斯就見自己吹得幾順啦，就試翻一腳。贏緊三比零就不妨就多啲唔同嘅嘗試嘅，可以係哈利古龍都可以話係不單，其實喺上半場咧個表現都算係比較對板嘅一位啊！一啲嘅中距離射門咧，佢都有反應，亦都係救過一兩球。好啦，神出堅讚，一個對住兩個扣翻嚟大位，好難捉曬條路啊！八號好嘢啊！呢位效力石家莊嘅球員，好啦，接到俾徐德瑞。
打翻嚟中間，高榮智旁邊有安基斯，前面麥基傳唔傳咧？唔傳，俾呢邊嘅郭建邦再斬，呢一下就俾積利包到，即刻清咗上嚟，帕桑自己碰甩咗腳啦。坚阵啊！呢下就冇过头啦，跟住 OK 啦，右斩后场斩到落嚟，希林啊反步顶翻出嚟，法图斯一立，哇！传球蹲位好嘢啊，再食住个位，高盈智，法图斯，咁啊中间都冇咩压力啊，见到香港队嘅球员立住个波都要转身攞定啊，温基斯单对单，对住达华坚阵一下假脚过晒。撳埋嚟，麥基射唔到啊！再撩埋嚟中間，第一時間撳呢下又有啦！入波嚟自谷盈智啊，射得好靚啊！咁啊，第四個波終於係用腳射入啦！香港隊喺41分鐘領先到4-0。四個波咁嚟自四位唔同嘅球員啊！而谷盈智咧。在第三球就做助攻嘅，而家嚟到第四球就自己揾翻个靓波，射翻个相反方向嘅网仔入啊！咁啊呢球安基斯好大功劳啊！第一下其实想传俾麦基噶啦，咁哈利古龙闩翻出嚟，结果又落翻安基斯嘅脚下，佢选择传喺远处空势嘅谷形子。咁啊唔好睇佢37岁啊，仲爆得下，对住不丹嘅球员。得好靓啊！呢个波球不着地啊，唔使好大力嘅，我扫把脚咁落个远处就搞掂。好啦，不单有个角球嘅机会。斯令导致走埋去开右脚内弯，哇斩唔起添！呢边白河清翻出嚟，安基斯嘅世界，大把位置俾你推啊！右边除得碎啊！哎呀，不过好可惜呢下加得直咗少少啊，嘥咗除得碎，走咗成大段路。真系走到气都吸埋啊！头槌点后，白鹤亦都高盈之，大家斗晒靴噶啦，个波就转咗过嚟左路，不单攞到，中间好嘢波，好集中啊！高盈之又抢翻，但吴嘉伟，咁暂时嘉伟就系中前场球员入边啦，相对比较静局少少啊。不过佢个参与度都系唔错嘅，有好多啲短传啦，同队友嘅配合，咁就系临埋门多一脚啦，或者即系最后嗰一传啊，暂时佢又未做到。咁啊，由于陈少琪受伤啦，咁啊赛前其实好多球迷啊。有很多外界全部都是很担心香港队的功力的， Tim Sir 就真的很有信心，他说完全不用担心，即使在马来西亚作客那场，即是对着马来西亚那一队即是0-0，对着马超的亚军菲尔达反胜2-1都是仅仅数，但是他都对球员很有信心，他说这一场一定会大胜。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半场都未踢完就拿着四球在手，都要多得球迷啦，很多球迷入场打气啊！今场赛事咁早已经是全场爆满啊！因为近两年嚟第一次，即系旺角全方面。好啦，即刻直线落嚟，今次郭建邦上嚟啦，安基斯摄咗埋嚟中间，过唔到头啊！安基斯喺尾后面嗰度啊，咁啊横卓顶翻出嚟。咁上半场将会有一分钟嘅补时啊！呢一度都中个波嘅。見到基南亞嘅出腳都幾兇狠下，不過就準確嘅。基南亞就係上半場唯一一個攞咗黃牌嘅球員，
看看有没有机会下半场会收起他了。这里自己可以爆一段添，可以用麦基他就不交，回到较后一点位置的嘉伟，转过来左边徐德瑞，再回来大位，是不是自己射呢？越扣越无力的了，再去回细位，然后左脚射，哇，啱啱话佢无力，谁不知都射个好劲嘅波出嚟，不过就紧紧越嚟越过啊！冇乜心理压力啊，所以真系可以扭得胜起嘅，真系叫做。同埋呢阵子徐德瑞啊，过嚟左边揾食啊，咁可能见右路冇咩着数，咁都先调一调位啦。咁上半场保时一分钟就够咗咯，咁啊球证都明掟啦。香港隊啊，4-0啊，暫時領先啊。咁啊，分別靠麥基啊先開紀錄啦，安基斯、盧君怡及谷盈哲錦上添花。咁非常之精彩啊！咁啊，頭三個波咧都係嚟自環出波，然後頭槌攻門嘅。而最後咧，亦都係谷盈哲一個嘅撞射。暫時香港隊係領先得非常之輕鬆，非常之安樂，4-0捏住不丹啊！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研究呢一场比赛。